啥呀？我家好吃。我反华润和气，然后你表扬我。都五块钱，这个真不值啊！都是。那的也拓宽了。那个都是那个有没那个啥子？这是大门口了噻。这个就是那个酒店，月光广场下面。日月光啊。日月光下面。日月光的教场那儿嘛。不是那上面噻。呀，那个上面远得很哈。那后面去了，都在我们北墙去啊，上面那里是那个。那应该都是那节吧，反正从那边过来又，从那边过来又走一阵了。那都会，叫长途路，对对对，你那点儿日月光正正都是十八起的那个。这哈儿我们到。要到那点的时候，马上那儿开始。我要下车，都在那里下了。哈快点，哥哥开门，我要在那里下车。一会儿警察叔叔来，是哪个说要下车？应该都是你吧？应该是。哎，那不都是说到吗？看没？说到这，他们应该都在那儿。哎，意思说那里有个障碍，应该是那是那条是那条。不是，我们刚刚走那一节，有没得公交车从我们旁边过？好像没得啊。哪节？都是我们前头走那一节。我是没看到。哎，他们有可能是走到那个下面去了。公交直接往那边走。面的这个朝你们批发市场了噻，哦，他中间人都在那里面。他妈这个就叫北向居所，居里夫人的居，居。
那边还有，鹏哥哥，我啷个感觉我来到了红顶国际啊？那个不是北上区，那是红顶国际。下去喝茶。喂，是啊，我们也到这个白象居了。你们在哪个位置啊？喂，我说你们在哪个位置啊？我们就放在那个定位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下楼了。哦，我们也到这个白象居了。啊。啊，你们下楼在哪个位置啊？你们到白象居了，你们到。啊，到几楼？你们到楼上吗？我们现在在这个六单元。没有，我们在一楼，这应该是一楼吧？一楼。我们现在在外面。哦，你们一直走到外面去了。对，我们去另外一边了。另外一边是什么地方？啊？我说另外一边是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，可以看到那个索道的。可以看到索道，你们是已经走出白象居了是吧？对。老伙食，重庆人民是妈呀！嘿，有棒棒儿嘞！自助下就行了哈，要逛好多楼。那个楼梯确实有点牛皮，没见过那种楼梯。十一楼啊，那要下到好多层了。